这是火箭少女101在炙热的我们最后一个舞台。一会儿我们要唱的《545-830》这首歌也是火箭发行的最后一首歌。今天其实对于火箭来说会有很多个最后一次，但此刻我想说的是感谢，并且想要更多的去享受跟姐妹们在舞台上的时光。其实在舞台上我最喜欢的是彩虹合唱团的老师们送给火箭的一句话，从传闻里来到真实里去，褪去火箭坚硬的外壳，它的内核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我想是柔软敏感，是炙热的内心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享受接下来的舞台，谢谢大家。